昆仑镜，上古十大神器，拥有穿梭时空之力，曾转世为人，大隋太师宇文拓。宇文拓曾遇见，赤冠星划破神州九天结界，西方魔界入侵神州。于是，宇文拓牺牲六座城市生灵，制成万灵血珠，并兴建通天塔，试图布阵阻止，却在最后关头遭独孤宁珂背叛，身受重伤。随后，独孤宁珂以巴别之路刺穿神州结界，引导魔界降临中土。至此，陈靖仇和余小雪等人仍未放弃，试图收集神器，布下失阙之阵，回到魔界降临之前，改写历史。
为什么还是无法阻止撒旦。陈哥哥，拓跋姐姐，小雪，小雪好想你们。你琵琶为证，但愿我们永永远远都在一起，绝不分离。那我也以笛音为证，愿我们三个人能永永远远都在一起，至死也不分离。那是我生命中最美的时光，也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共度的时光。陈哥哥，拓跋姐姐，小雪会好好努力阻止这场浩劫，把大家都救回来的。
If this video has helped you in any way, please rate, subscribe, and share with your friends. Also, let me know what you think by leaving a message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, and don't forget to check out my two featured videos.